三那州的巴吞鲁日是美国南方旅游的热门目的地。巴吞鲁日还被 Convention South 杂志评为美国南部最友好的城市之一。在路易斯安那首府有卡真美食和各有特色的博物馆，同时这里还经常举办精彩的现场音乐会。相信您一定会在巴吞鲁日这座热情友好的南方城市流连忘返。巴吞鲁日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天堂。如果你喜欢海鲜，我保证朱莉珍珠吧 Jolly Paul Oyster Bar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在朱莉珍珠吧，您可以品尝各种口味的牡蛎，这里烹制的绝大多数菜品都是用牡蛎作为食材，而这些非常新鲜的牡蛎产自美国的东西海岸。到了巴吞鲁日，一定要去托尼海鲜市场 Tony Seafood Market 体验一下卡真文化和美食。这里有丰富的海鲜，包括螃蟹、鲶鱼、大袋牡蛎，还有当地的特产小龙虾。除此而外，这里还提供其他质量上乘的商品，您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富有特色的卡真美食午餐。品尝了卡真美食，还要花上几个小时参观一下位于巴吞鲁日的首府公园博物馆 Capital Park Museum， 体验一下卡真文化。从巨型的捕虾船到各种有代表性的展品，首府公园博物馆展示了路易斯安那州的独特的历史、科技、艺术、美食和音乐。漫步在美丽的巴吞鲁日镇广场，能让你感受到这里的浓郁的文化氛围。这里还经常举行各种乐队演出，放松自己，体验一下南方人的热情。现在就制定您的旅行计划，亲身感受一下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卡真美食和文化吧。